我们求佛菩萨帮忙求不上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求佛菩萨帮忙要能帮得上，我们不需要求，佛菩萨慈悲到极处，他自然会，他帮不上忙。为什么帮不上忙？这境界是你自己变现的，必须要你自己改变念头，外面就改变了，心念改变，这个要懂啊。啊，你不懂这个道理，我们遭灾难了，求佛菩萨，佛菩萨不灵。孩子要去责怪佛菩萨。他跟你讲得清清楚楚啊。这从因果上讲，完全是自作自受。《太上感应篇》一开头两句话：“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啊！”这是真理呀！佛菩萨给我们讲这个真理呀，我们听话、照办，这就是佛菩萨的加持，这就是佛菩萨的保佑。我们不肯干，半信半疑，完全要求佛菩萨来帮助，这是假的，这做不到。道理一定要懂。佛菩萨是老师，老师只能把经验方法教给你。理论给你讲清楚，你得要自求多福。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。